志玲姐姐甜蜜完婚后，与她情缠多年的言承旭一度传出失联，情绪不稳。没想到近日她在现身时，身边的女星也换了人，改和美魔女陈美凤黏在一起。陈美凤十日晒出合照，两人一起吃了饭，在对方身边露出灿烂笑容，直说2020第一个惊喜，谢谢小太阳特地从北京飞来东京看我，更大赞新年礼物超喜欢，好心情完全藏不住。粉丝看到照片都夸赞，好棒哦，我也希望有个小太阳陪伴，是帅哥美女组合。也有人希望言承旭能一直这么开心下去。非凡娱乐。